哦，我看到我自己的那个金，闪闪的金，我想到什么东西亮亮的。该不会在追？哇，还真的在追囚徒。红蝶，插眼，哇，这下可麻烦了。84%，应该这边是要修。他六的算可以了，但是因为说两个救人位修机会比较慢啊。佣兵秀那一台，接电给我吧，没有，接电给我啊。接电啊！你不会玩囚徒啊？靠北边哦，你玩……哎呦，我的天，真是！结果你自己接，我跟你说，红蝶这样打就不对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把有我。如果说没有我，他这样打还很正常，因为他每个都打得很快。他一定都是这样打一打之后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去挂那个两个救人位其中一个，然后他的目标就会是囚徒，你懂吗？然后为什么我说有我这样不行？因为我知道他的做法想做什么，然后加上我打血很快，你懂吗？然后机子不要去修这个坟墓区的，直接主动靠过去，把他这台遗产给修掉。然后随时也可以帮囚徒这样子。干，被他回避到了。走啊！
OK， 帅不帅这招？看准他要飞的角度、地方，瞬间切息把他拉过来，直接好细，很好。对吧？把他拖回来。给你赚分，你不要。